过桥，等钱都拿到手，就立刻放人，就这么简单吗？过票这一关啊，我是爱海童的。啊，海童做了你的担保人，如果找不到钱解决问题的话，他一样被你拖累的。听我的，先迷昏他，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哎呀，上车吧。